钱是59。五个色啊，我身上的是 light， 我身上的是 light peach， 所以我搭了这个神裤，所以我这件裤子啊，搭什么款都好看 ，OK。所以说，现在打，这件限定上围巾那个94啊，对的尺码，超过的话要跳过啊，不然你会压胸哈、啊，我是说不好看哈、啊。我身上这一件是 light peach 啊，这个是 bright red 砖红、白色、黄色，再来就是助理身上的 baby blue， 好看吗？好看。所以它的款式不需要打印就可以了。再来是那个浅浅的那个蓝色 ，OK， 所以我想这个蓝跟大牛仔裤也非常的好看哈、啊。就说穿法的话，就是旁边拉链，然后就是说这边纽扣开哈、啊，这边纽扣。对的。而且说明啊，你上身的话，他一定会看得到啦、啊，这边不是瞎吃啊。对的。他一定会看到啊，所以说不会走光啊，就说他这边是有洞洞，是他的款式。肯定不会走光。然后说下单打款开了就好了 ，OK， 颜色 OK， 我身上那个是蓝色啊，这差不多不打印，我对来讲不用打印了，就这样子。刚刚好，对呀、啊，搭的裤子是搭得到的哈。今年就是很多东西，就是不想太多的，不想太讲究的话，这一件很适合，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搭印，它的长度刚刚好。我身上这个是 light peach， 浅浅的桃粉色 ，OK。不想不敢穿红色的，今年不敢穿红色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。它的小细节就是在肩膀这一边的，它肩膀这边两粒纽扣啊是可以开的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呢就是 non-functional 的，它加上一个 mandarin collar 这样子的款式，加还有旁边左边是有拉链，整件是不一样的 lining 啊， lining 也是用了滑面的 lining， 只是59零几而已， OK， 只是59，长度就刚刚好，衬裤子、衬西装裤、衬半裙都可以，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。整体这件上衣上身的那个效果就是完全没有约束感就对了 ，OK。今年不敢穿红，带走我身上这个 light peach。来，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。可能我白色等下来穿，白色我要衬牛仔裤给你们看 ，OK。我去换这个砖红色给你们看先。71纯新的款式哈，面料是算新的面料，对，新的面料，新的款式啊，可以。所以在颜色方面选择五个色啊 ，peach red、light peach、baby blue、white、yellow， 都适合新年穿的颜色哈。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时尚款的一个怎么说呢新年款、啊，对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来的，它这个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哈。款式方面也是纯新的哈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，这个 STN 71。据说这么巧，你的上围是94是可以呀、啊、，OK， 因为我的上围是90，穿上去你是不会勒啊，不会勒，然后是不会压胸 ，OK， 不会勒，不会压胸，超过的话请跳过 ，OK， 如果你上围超过94cm， 请跳过这一个款式 ，OK， 刚好94是没有问题哈。过来，牛，不要这边。很有新年 feel 哎，非常非常舒服啊！然后厂家还要加 inner lining 的、啊、有 lining 只是有啊有 lining 59而已，59，它会只是很久，因为59而已。可以，所以说上衣方面颜色1、2、3五个色给你们选。它属于那种新中式的新年款，就是微微这边添加了这样子类似马纽的款式，加这样一个流苏这样子的款式。算是比较简约的一个款式。对了，整体上身的效果就是完全没有约束感就对了，完全不需要搭衣，所以可以吃很多饭就对了。还是说你在家新年穿搭短裤 OK 没问题，上班也是可以的。上班直接配上我们这件linen面料的裤子就好了 ，OK。整体因为这个面料啊，它这一件上衣的面料有一点跟我裤子的面料很像同一个 category， 整体穿起来啊，它给人家的感觉是慵懒风带一点松弛感，穿起来给人家的效果是非常搭的，整套啊它感觉像一套这样子的 ，OK。我身上这个是砖红色，它比起红啊，它的颜色很特别，这一件它又有一点带橙这样子 ，OK。给我的话，我会自留这个颜色 ，OK。想要显白，可以考虑带走那个刚才我穿的那个 light peach， 然后就换黄色。我去换黄色给你们看先，黄色一样我衬待会这个裤子 ，OK。待会呢，白色我就会衬牛仔，想要买来衬牛仔，整体穿起来比较样的
考虑蓝白衬牛仔 ，OK。很多工的嘞，要体力活，要挤出来的嘞。挤了要挤出来的吗？把那个模具挤出来然后炸了吗？来，为了黄，应该这么说，这个款式五个色都是适合新年穿的颜色，它的颜色都是属于今年可以派上用场的颜色，除了白了，可能说你今年不想穿白色，你白色可以买了，平常上班开工的时候穿，白色衬牛仔非常好看。来，我的黄，对我讲的黄白、啊，主播注意了，来，主播上的黄色啊，可以黄色，可以要主播上的色是 yellow， 穿了包昂就对了 ，OK， 我身上的黄，它的黄也是属于比较 soft 比较柔的，不是那种荧光的黄 ，OK， 我身上的黄，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它这个马纽这一个拍，我又把纽扣打裂了 ，OK， 我又把纽扣打裂，它不会，你看，因为我的那一带我没有加槽啊，一下子啊，基本上它是这边它算是镂空，可是它不会走光啊，它是微微看到这边的款式，衣领就属于一个 mandarin collar 有拉链，穿的时候拉链开了，纽扣开了，从头套，想要柔的颜色黄。柔的来比较出彩的颜色会是黄色，所以说这个可以上围，就平时 S M 是可以，腰是直筒啊，上围穿到腰没有问题哈。来，我去换白色，白色我就衬搭牛仔给你们看啊。就是说新年款式的上衣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啊，对 ，OK， 这是唯一的一个款式 ，OK， 唯一的一个款式，不多，每一期最多一个而已，对，越来越少了，会越来越少哈。入手的话，可以等主播穿完所有的颜色，我们再给你来一个二选一哈。想要买来衬休闲的啊，比如说衬牛仔裤、衬牛仔裙的话，强推蓝和白。OK， 我现在白色衬搭了牛仔，休闲在家穿这样子非常舒服。OK， 五个色啊，上衣有五个色，比较属于一个新中式的新年款的上衣。OK。那五个色里面想要穿的比较出彩、比较柔、又有新年的元素的，带走黄色吧。OK， 黄色，然后比较鲜白的来，比较 ladies 的颜色就有这个 light peach，
新年必有的颜色，砖红色，再来 ，OK， 两个算不算？可能客人说你买的是说，可能新年时候你开工穿，可能就白跟蓝这两个色。对了，选一号。OK， 衬牛仔也想推蓝和白 ，ST。不然就跟着你的 lucky color 对了 ，STN 七十一，价钱只是59而已。OK， 这期新年款式的上衣就只有这个款式。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要介绍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补货的牛仔，不算是补货了，就是厂家不知道为什么哦，应该说他有个顾客放了飞机，就是两三件、啊，两三件的、啊。所以之前买不到的赶快啊 ，OK， 因为我们两次啊都卖完了，这一次算是第三次 ，S 两件 ，M 五件 ，L 三件没了 ，OK， 对，就是那几件而已，而且 L 没有三件 ，L 两件不是。啊